大家好，我是不言。我们平时吃剩的这个油桶呢，千万不要丢掉，我们来用它做一个浇花的神器，非常的好用。将一根针在这个火上烧红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瓶盖呢钻几个洞，钻的细一点，均匀一点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瓶身也钻几个洞。让它有透气的地方，在这里钻四个洞就可以，在这里，然后用它来浇花、淋花，非常的好用，非常的均匀，喜欢可以制作一个哦。